沉重。哎，我今天上线的时候，我身上剩6000多块，然后我的那个纸币又到期，结果后来1621好像去充蓝罐，结果嘞，那我知道是，我也需要守，哎，我没有守护啊，他就是，他就帮我出蓝罐，然后我就觉得对不起他。
对啊，所以你要就是要有人在他房间这样看着，不然他都会被欺负。我就因为如果你哪一天不来，你就会看到棉花糖快死掉，然后房间里面就会很多那种什么主播衣服可以拉下来一点吗？主播，哦、对啊，干，拉下来一点吗？主播，你的奶好大哦，什么响射就会有充满了那些，他房间很多哦，就我生日要到，大家十号是不是要领钱了呢？年终应该领了吧，就是准备那些钱要留。领到